早上开门的时候看到西瓜散落一地嘛，然后昨天晚上是盖好的，我以为是人为的，索性我就看了一下当晚的监控，看到西瓜筐子被压坏了，滚到大马路上，刚好路过两个小年轻看到了这个，然后就好心好意把它搬到原位，那个女孩子也挺用心的，非常感谢他们。